Hello， 大家好，欢迎接着收看《轩的实况》，我是轩古烈。今天蛮晚一点，《私底派对》性质的恋爱游戏。好啦，又来到我们这一集的《私底派对》性质的恋爱游戏啦。然后上一集那个 Like Challenge 也是很快哦，各位看官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好像很支持这个系列哦，非常的让我非常的高兴。不过呢，因为上一集结束的时候刚好面临我们除夕还有大年初一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没有立即的推出私底派对性质的恋爱游戏。不过没有关系，我现在回来了。今天是大年初二，对，先跟各位看官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对，那一样齁，我们这一集一样会有 Like Challenge， 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那个，我们先讲这一次也是两个喜欢，对，然后也是说一下，如果说突破两个喜欢的时候，刚好面临说我这边要刚好快开学，那可能就没有办法立即的推出，但是就是只要突破两个喜欢，我就会有空就会录，就是这个样子。好啦，我们继续我们上一集的进度。好，上一集嘛，我记得我们是玩后宫游戏，对，然后非常的让我很困扰啊。上一集发泳装福利给大家，虽然我发现各位看官好像很喜欢的样子，不然喜欢数怎么会突破那么快呢？好啦，不过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虽然可以发一点糖，但是不要有太大的尺度哦。上一集让我有点怕，你知道？好啦，我们继续我们上一集的进度吧。では同じくビキニのナオミさん。好啊，接下来是紫美的回合啊，紫美究竟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ほらほら、照れてないで。那我们看一下究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紫美勉勉强强的站到了泽之面前。就是觉得这样的场面很好笑吗？互相凝视了两人，不约而同的笑了出来。好像真的是蛮好笑的。上一集那个 Yui Sensei 笑得很夸张，我还调侃了他一下。不过好像真的蛮好笑的。なんだよ。でもまあ自分でも笑える。マジックでヒゲとか描い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の？真的假的？欸，我突然想到我国小公演的时候，那个时候演猎人，还真的好像做过类似的事情，就是画胡子，完全是笨蛋王，真的吗？哦，对啊，笨蛋国王。画直胡在走廊里穿的，不是啊，不是，自然没跑完。我想说这句子太奇怪了吧，自然没跑完。哦，有吗？我是觉得紫美还好啦，虽然尺度相当的大，可是应该说不上是好笑。在走廊可能有点违和感，但对我来说不至于到好笑。这可能跟我们一开始预想的不太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泽之和紫美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两人的大笑也解除了大家的紧张，对，这个气氛整个都不一样。おかしいわよね。こんな不気味な廃校で水着でハーレムとか。旗から見たら妙なサバトみたいに見えるかも。安息日活动，果然不美会想到的都是一些跟那个灵异有关系的事情吗？好，我们看一下，也是啊，气氛的确是至少热闹起来，虽然我们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是不是还要换其他人？要直接开始吗？你只让那个油箱跟紫美做个球，就不管其他人，就要直接开始比赛了。好哦，好，躲起比赛是不是？
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有白色线的走廊一端。天哪、啊！你要他们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吗？镜子，你也太狠了吧！全員うつ伏せに寝転んで、手を顎の下に置いてください。是准备要跑步了吗？在这里吗？不是吧？砂浜じゃないのに寝転ぶんだ。对吧？意外ときちんとやるのね。等我们看一下他要说什么。意外的很认真。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对吗？很冷吧？それでは皆さん。準備はいいですか？はい、スタート。好吧，我们先看一下比赛的状况好了。虽然觉得他们实在是很可怜哦。随着开始的信号，全员都站了起来。さあ引き続き実況の水原さつきがお送りします。合図とともに各馬一斉に走り出しました。好，我们看一下状况啊。我记得这边运动神经最好的是直美跟 Yui Sensei， 对不对？那看来这个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那个趋势应该很明显的。誰が馬よ？居然是吐槽这个吗？本当に中学生？なんか競馬の実況中継みたい。对，有道理耶。对，你说的有道理耶，完全不像是。嗯，油箱怎么了？对啊，油箱，你穿的那个很容易掉下来的泳衣，还跑来跑去的，没有问题吗？各馬一列に並んでいる。誰が抜けるか。ナオミ選手、頭一つ抜け出した。嗯哼，看他前面的字哦。我觉得这现在状况不像是拖那个并驾齐驱啊。居然是步美吗？步美怎么会跑到第二名去了呢？不过好吧，我们先看下去。而且还一副快要追上的感觉吗？真的假的、啊？我看一下字哦。步美看到了跑在旁边的，不是，哦，直美看到了跑在旁边的步美。步美沉默着指向前看。他是会很努力没错啊，但我现在比较怀疑的是他怎么会突然跑这么快。怎么你到现在才知道吗？什么反而是 Yui Sensei 觉得不太行吗？我记得 Yui Sensei 不是之前跑到更衣室的时候还是第二名吗？只有输给直美而已，为什么突然好像又不太行的样子？就是步美的吗？可是步美怎么突然？步美的运动神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这我不太确定。步美也什么话都不说哎。我们看一下直美说什么。我刚刚没有听清楚，我只能看字。冲刺吗？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大雪吗？可能吧。直美突然脚下用力大力的蹬着地面。双臂用力前后摆动，应该用双臂前用力前后摆动，应该是，或是举起双臂，反正就类似了。我不想等字跑完了。不知道，性质可能魔术大空间 T 打，然后那走廊就变长了，我也不知道。状况によってぐんぐん距離が伸びる天神小学校の渡り廊下を選手たちが突き進んでいます。什么？等等等，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所以高月只是说天神小学不断的向前延伸，没有说为什么哦？好吧，所以是性质搞的鬼哦。
是吗？我们看一下步美在什么位置。步美从刚刚开始就不说话哎。不美，我就说那个圣水应该要带在身上的、啊。等一下、啊，洞谷，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做的话，你们看现在杏子在旁边哦。等等，杏子又要吓你，然后吓你的时候又要顺便吓到我，这样不好。嗯，我觉得杏子一定会做些什么，可是拜托你下手轻一点啊，杏子。啊，居然是改变规则吗？你要怎么改变规则？我们先听听看好了，我现在没有头绪。一定要拿到折子的其中一件，所以还要拿旗子吗？我不太清楚哎、欸，对吧、啊？你这样讲我也不是很清楚。嗯哼。什么都没有拿到的话会怎样？会怎样？哦，这个脸有点很可怕哎。这个脸真的是有点可怕、啊，这已经可以说是吓人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我们可以姑且理解成是性命啦，但有没有可能是别的东西呢？嗯。好吧，我们看一下听到的洞姑跟油箱会做何反应好了。真的假的？这个应该是油箱说怎么会问号？我就跳过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真的就是性命吗？嗯，其他人都拼命的追了上去吧。这下那三人都拼命的追了上去。すごい速い。很会激励人哦，性子很会怎么讲威胁人嘛，我不知道，反正是非常的有效就是了。高月悄悄的跟性子咬耳朵，悄悄话吗？嗯哼，我们看杏子会说什么。怎么居然只是开玩笑啊？我刚才很认真的思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跟我说是开玩笑。虽然我一开始就觉得应该不会是性命，应该是别的东西，只是我想不到啊。就你跟我说只是开玩笑哦，好哦。杏子虽然保持着笑容，但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却完全不得而知，所以你说的开玩笑也有可能是开玩笑的，就是你说开玩笑的这句话也有可能是开玩笑的，其实是真的。这什么这样现在全部人都要从他身上拿东西了就对了。虽然折志作为终点站在那里，但是他却开始害怕以绝死的气势向自己冲来的女性阵营。天啊，あんな怖い顔でこっちに向かってくるんだ。欸，真的是很可怕啊！突然可以帮折志 QQ 了，折志今天后退去，这感觉好像是要被吃掉的表情。在天神小学体验过的恐怖，在脑海中一幕幕的显现。哦，天啊，人生跑马灯，在这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危及性命。捕まったら本気でやばい気がする。真的是很糟糕，被抓到的话下场估计真的会很糟。我们看折志会怎样吗？这是什么？你居然想起了，你真的想起了你之前跟洞姑的回忆了吗？心臟がドキドキしてきた。还提起了心脏，这不得了。ここにいちゃダメだ。所以你也要跑吗？你就是要跑给他们追就对了，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只是推了推别馆的大门，可是我觉得别馆后面一定有什么阻止你耶。嗯，庆幸的是门并没有上锁，轻易的就打开了。ごめんなさい。嗯，这个时候还要问里面有没有人吗？那不就是个废弃的学校的别馆吗？
这么说的则是闪身进入别馆。我突然很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里面，然后突然蹦出来吓人欸。进到玄关的折枝不安的观察着周围。哦，ここで動きがありました。なんとハーレムの主人公であるサトシ君が逃げ出したようです。我觉得杏子这个玩笑好像开得不错欸。现在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所以所有的女生都追着折枝跑，然后就变成追逐战了。我看一下哦，应该是折枝拼命的寻找出入口吧。哦，折枝看到了两旁的出入口。哦，因为你没有办法像柯蜜一样很轻松的把架子给推开是吧 ？OK， 我了解。折枝走进了开着的门，里面有什么？不要吓人啊！等等，对不起。刚刚那句话没有看，男性洗手间哦。可是我觉得厕所不是个好地方欸，感觉恐怖游戏的厕所就是很不妙的地方啊。你真的要进去吗？大门打开的声音，哦，他们又冲过来欸。究竟是他会先进去厕所，还是他会先被追到呢？被追，完全的被追。好吧，他可能真的要躲厕所了，那我们就看下去吧。听起来非常的可怕啊！但是我现在还是比较怕吓人的东西啊。我觉得你还是被那些女生追到会比较好。我觉得你还是被追上吧。但是对于陷入恐慌的折枝来说，女生亲切的呼喊声就好像恐怖的怪兽叫声一样，我感受不到啊。好吧，既然你这么想，那我也只能让你这么想了。好吧，他觉得那些女生比较可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就真的是被一群女生疯狂追求的后宫王的共同的心声吧。则是边喊边拼了命的继续跑。看来折枝笑不是，看来杏子笑起来就是那样的表情啊！我也救不了他了。不过高月，你怎么会觉得那个像是什么后宫喜剧会有的桥段啊？这好像不太对吧？话说回来，我发现每一章好像都会有一个人跟杏子关系套得非常近。上一章是雅一子，这一章可能真的就是高月了。然后上一章我们发现雅一直非常的欠吐槽，这一章应该就是高月了。杏子非常高兴的鼓掌，好哦。OK 的ようです。好吧，看来杏子开心，大家都开心。我虽然不觉得大家都开心啊。为什么你要在这个这么可怕的地方跑来跑去？你就给那些女生追到不就好了？接着，直美也上了楼梯，毫不犹豫的两阶两阶向上跳哦。虽然穿着比基尼，但却一点都不觉得冷。运动的时候，身体总是会热起来的。哇！サトシ、待ちなさいよ。なんで逃げるのよ？我觉得，好吧，我们就继续看剧情吧。我不想吐槽了。直美像拼死逃跑的折枝如此喊道，但是折枝可能就是像没听到一样吧，我不知道。折枝却没有回头。对啊，这个画面赶快过去好不好？这个画面赶快过去好不好？会持续多久啊？折枝上到了二楼，开门出去了。好哦。接着直美也冲出二楼，
对吧？是接着吧。好，在女性洗手间前，直美追上了折子。哦，追上了吗？我、哦、追上了、哦。直美向折子飞扑过去，抓住了他的披风。只要抓到东西就好了吧，就不用再继续追了吧。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由于距离估算有误，怎样？这下子被抓到的是，等一下，我觉得不太妙了。你是不是要抓到什么不该抓的东西？直美说讨厌，所以是抓到什么内裤？对哦，他是穿着泳装啊！我怎么这么傻呢？我突然觉得这不是问题所在啊！天哪、啊！因为突然被抓到，泳裤滑落下来。对啊，说这句话的还是直美吗？现在场上只有直美跟折子两个人，对不对？我们看折子有什么反应好了。直美发出了高声的悲鸣。视线看向折子的屁股的上部，不要再干了，直美，不要再干了。折子失去平衡摔倒了。什么？因为撞倒了折子，直美也摔倒了。所以现在是怎样？根据动画会有的桥段，如果两个人一起跌倒的话，这个时候。你们的姿势会呈现一个人推倒另一个人的姿势，这个动画都有老旧桥段，在这里也要重新上演一遍了吗？是吗？真的假的？两人突然变成近距离面对面，看来应该就是了。直美与折子以抱在一起的姿势倒在地板上，看来就是了。这种桥段在什么地方都有啊。你在摸哪里啊，折子？何を考えてるんだ、俺は。我看一下哦。近距离的看着直美那熟悉的脸，折子渐渐的冷静了下来。前面两个字要看吗？好。等一下，所以折子身上还穿着泳裤吗？我知道现在例会是有的，但你是不是还没有把泳裤穿回去？什么？什么？等一下，不美，不要看，不美，现在不是可以看的时候。从楼梯上来的是不美。我看一下，应该是跑过来的吧？貌似呼吸都变得很痛苦。看到折子和直美像这样抱在一起，表情变得瞬间十分僵硬。哇哦！なんでそんなにくっついてるの？我就说你现在不能看啊，不美。二人で今まで何をしていたんだろう？不是啊，不是你想的这样、啊，不美。いつも気づいたら二人きりになって。而且，不是啊。我跟我刚刚想的不一样，好啊。胸が苦しい。什么？等一下，不美好像本来身体就不好啊。不美的心中的嫉妒和焦躁像火焰一样卷起漩涡。片刻不停的烧进了不美的心。等一下，不美，你要怎么了？不要，你知道在这个学校里面有负面的情绪的话会怎样吧？不美用手扶着自己的头。等一下，你该不会被附身或什么的吧？
突然做出痛苦状的步美，让泽志和直美吓了一跳。篠崎，步美，你还好吗？我突然觉得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长，どうしたの？步美身体不停的颤动，眼睛也变得失神。哇，真的是不太妙啊！篠崎。嗯，看来这就是原版也有过的桥段。我们再看一句好了，看来这是原版也有过的桥段啊，就是步美被这个学校里面一些奇怪的东西附身啊，毕竟是灵异体质嘛。那看一下那个泽志跟直美有没有办法化解这次的危机啦。一个好好的恋爱喜剧能够演变成这样，我也是觉得蛮厉害的。好啦，希望这个是正确的路线啊，不要走到 wrong end，好不好？好啦，我们这一集先做到这边好了。我们先存个档，只能先存个档啊，不然怎么办？都已经录27分钟了。那 我们下一局就会继续我们的进度。好啦，那小明今天实况就先做到这边好了。Let's connect。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喜欢，并把这影片大力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想继续看的话，可以在影片右下方按个订阅。从现在开始，从看的话，闭眼好点，顺便点开我们的铃铛。对我们朋友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评论区那边。那件事是最大动力哦，也欢迎粉丝那边按赞，顺便追踪我 IG。好啦，那小明就下次再见啊，拜咪。看着这神圣的石头，神圣的发生。散发着蓝色光芒的石头对着他跪拜，他是如此的神圣，如此的耀眼，如此的散发着光芒的一个石头。